方志友曬萌裝，大玩塔羅牌，打造親子時尚穿搭。丽婴房秉持住陪孩子做自己的品牌精神，在婴童产业扎根47年，更致力于发展企业社会责任。这次春夏新装发表会特别从环保角度出发，将旧衣再造概念注入全台丽婴房通路，并与社服单位阳光基金会合作，将宝贝们不再穿的旧衣只作为可再利用的环保束口袋。丽婴房也特别邀请90后新生代妈咪，最近刚生完第二胎的方志友和其他艺人朋友们一同响应。另外，在丽婴房18春夏的新装发表会现场，方志友出现身与小朋友们一起走秀演绎春夏新装外，更打玩塔罗牌，分享育儿生活和讨论亲子穿搭。在丽婴房春夏新装发表会中，超人气妈咪方志友穿上潮味十足的超人像亲子装，和小 model 们起用力晒萌。本款亲子装颠覆一般童装就有的缤纷配色，设计师们反向主打黑白色系，以吸睛的超人面具印图打造视觉焦点。方志友建议妈妈们只要随性搭配下身，就可变化出新颖多变的潮流风格，轻松就能和宝贝起驾驭现今最流行的亲子黑白时尚。发表会中，丽婴房将 S.H.E 项系列设计成塔罗牌，即由塔罗抽牌测验可测出自己是属于 S.H.E 项中的哪种个性。方志友在抽塔罗牌互动中，也以自身90后新生代妈咪的角色，与主持人分享女儿美颜与刚出生儿子桑梅的育儿乐趣，和平日里儿女们喜爱的穿搭风格。因为女儿美颜特别喜欢抢眼的印花或俏皮的圆点等元素，视觉感强烈。方志友建议，若家中也有喜欢同样风格的小宝贝，可先从同色系不同元素的单品相互搭配开始，例如碎花洋装搭配浅色帽子，只要元素间的占比用色搭配得宜，就能打造出充满新意且独特的 style。